壯志，多謝合作。
各位教友，今日是全教节，经文是在主日感恩祭第八十三页，第八十三页。请起立，晋堂咏由歌咏团带领大家咏唱《颂恩》第315首、第315首，万民请赞美上主。
在上個月16號就是這個主教座堂在整個教區的見證底下，周書記呢祝聖了另一個姓周的周千行神父，在那晚黑的時間，不如你下個月都來主教座堂，因為作為一個神父呢不只是屬於一個堂區的，被祝聖了是屬於整個的教會的，所以今天除了周神父之外，他父母呢都臨在我們當中，還有呢謝執事都是周神父的同學，我們歡迎這四位。作為一個新代一個新神父呢是需要我們支持的，所以我們現在恭請周神父為我們主持今天這個禮實全教節禮實。各位兄弟姊妹，首先都感謝陳神父請我來大堂奉獻我的守祭，今天是全教節，都讓我們記得我們每一個人的信仰都是來自其他人的傳承，如果沒有宣講者我們就不能夠聽到福音，所以都讓我們記得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被派遣以言以行去為主作證。現在都讓我們一起開始我們的感恩聖祭，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願天父的慈愛、基督的聖寵、聖神的恩慈與你們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我們被召去為主作證，但有時我們的思言行為的確會有軟弱不足的地方，現在都讓我們首先祈求天主的憐憫和寬恕。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認我在思言行為上的過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為此懇請終身童貞聖母瑪利亞、天使聖人和你們各位兄弟姊妹為我祈求上主，我們的天主。願全能的天主垂憐我們，赦免我們的罪，使我們得到永生，阿們。住在天受光榮，
请大家祈祷。天主，你派遣你的圣子来到人间，作为照世的真光，求你将预许的圣神倾注人心，播种真理，激发信德，使众人藉洗礼获得新生，加入你唯一子民的行列。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现在是开始圣道礼仪，今天是选用甲年读经，经文是在主日感恩祭第八十六页，第八十六页。恭读以撒以亚先知书。阿摩兹的儿子以撒以亚，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所见的事情，到末日，上主的圣殿山必要矗立在群山之上，超乎一切山岳，万民都要向他涌来，将有许多民族前去，说：来，我们攀登上主的圣山，往雅各伯天主的圣殿去，他必指示我们他的道路，教导我们遵行他的途径。因为法律将出自希翁，上主的话将出自耶路撒冷，他将统治万邦，治理众民，致使众人都把自己的刀剑铸成锄头，将自己的长矛制成镰刀。民族与民族不再持刀相向，人也不再学习战斗。雅各伯家，来，让我们在上主的光明中行走吧。上主的话。感谢天主。答唱咏，请大家一起回答。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请众向上主高唱新歌，因为他行了奇事，他的右手和他的圣臂为他获得了胜利。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上主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救恩，将自己的正义启示给万民。他记起了自己的良善和信实，即向以色列家族广施的宽仁。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歌舞，请踊跃，请欢乐，请弹琴演奏。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弹着竖琴向上主赞颂，弹着竖琴伴着圆韵，吹起喇叭，响起号角，在上主君王面前讴歌。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
共读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天主使他从死者中复活起来，你便可获得救恩。因为心里相信可使人诚意，口里承认可使人获得救恩。经上又说，凡相信他的人不至于蒙羞。其实并没有犹太人与希腊人的区别，因为众人都有同一的主，他对一切呼号他的人都一律厚待。的确，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但是人如果不信他，又怎能呼号他呢？从未听过他，又怎能相信他呢？没有宣讲者，又怎能听到呢？如果没有奉派遣，人又怎能去宣讲呢？正如所记载的，传播福音者的脚步是多么美丽啊！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服从了福音。以撒以亚曾说过：上主，有谁相信了我们的报道呢？所以信仰是出于报道，报道是出于基督的命令。但我要问，难道他们没有听过吗？一定听过了，他们的声音全遍普世，他们的言语达于地极。上主的话，感谢天主。福音前欢呼。主说：你们要去，使十万民成为门徒，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窦所载主耶稣的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
十一个门徒就往加利勒亚，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他们一看见耶稣，就朝拜了他，虽然有人还心中疑惑。耶稣于是上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上主的话。各位请坐。各位兄弟姊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去做售货员，又或者最少去明爱万物会帮下手去卖嘢啊？如果没有的话，今天下个月开始可以去报名了。当我们想去推销一样东西，推介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呢？我哋會唔會同人講話？我唔知呢件咩嚟噶，你唔好問我啊。又或者啊，你買唔買？你中意啦，係你嘅自由啊。我唔會逼你啊，唔會噶。正常咧，我哋都會對於我哋想推介嘅嘢有啲信心，我哋相信咧佢係好嘅，有價值嘅。我哋咧亦都會有啲熱誠啊，因為呢樣嘢係好嘅。有價值的，所以我真心咁樣想推介俾其他人。不過咧，當我哋想推介嘅嘢，原來係我哋嘅信仰嘅時候咧，好多時咧，我哋會一反常態嘅喎。一講起傳教，有啲教友就會話：我乜都唔識㗎，我唔識聖經㗎，我唔識道理㗎，我冇能力傳教㗎。有啲咧就會突然之間啊，好尊重呢個宗教自由嘅。啊！我尊重我家人，尊重我朋友，所以咧，我一句关于我信仰嘅嘢咧，我都唔会同佢哋讲嘅。啊，因为咧一讲咧，就好似我同佢哋传教咁样啦。所以我哋躺平。啊，你中意嚟就嚟，中意唔嚟就唔嚟啦。我哋连我哋嘅屋企人啊，都好少去分享呢份信仰。耶稣有冇叫我哋读旧书先好传教咧？他有没有叫我们、因为要尊重其他人，所以我们就不要讲信仰呢？我们看回今天的福音，耶稣只是跟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这个就是耶稣升天之前留给门徒的使命。传教这只字很多时候会令我们想起、那些站在街边问人、先生小姐，你信了耶稣没有、那一种的传教。但其實傳教節的英文是 Mission Sunday， 我們用過另外一個方法去翻譯它，就是使命主日。所以今個主日是提醒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有的共同使命，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如果我們真的感受到這個信仰真的是好東西，福音是真的有福的，我哋自然應該有呢份嘅使命感嘅，所以咧都讓我哋去反省一下，我哋嘅信仰有咩吸引人嘅元素咧？我哋有咩好嘢可以推介俾啲街坊啊？讀經一，伊撒以亞先知書為我哋刻畫出一個好美麗嘅景象。上主將統治萬邦，治理眾民，民族與民族不再持刀相向。人也不再學習戰鬥，這個就是我們基督徒的願景，你可以說是我們奮鬥的目標。為我們這代的人來說，
可能我哋本来以为自己是身处一个和平的时代，不过一年前我哋打开电视就发觉啊，连欧洲大陆现代的国家都可以这样打仗嘅，这个乌克兰同俄罗斯。早两个礼拜打开电视啊，又见到以色列同哈马斯。民族同民族，人与人之间，原来到咗今日都仍然是围绕住离不开呢啲私利同埋斗争。但系我哋作为基督嘅门徒，我哋就系要话俾呢个咁混乱嘅世界听，我哋愿意作出一个选择，一个与别不同嘅选择。我哋愿意去终止呢个以恶报恶嘅循环。我哋选择咗跟随耶稣，成为缔造和平嘅人，成为和平之子。在有仇恨的地方，我们播种仁爱；在绝望的地方，我们播种希望。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有崇高的使命，一份真正值得同人去分享的使命。那我们应该怎样去邀请其他人分享这份使命呢？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传教从来不是单靠把口，不是只是靠宣讲才叫传教的，真正有效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榜样。所以呢，今年教区传教节的主题是来跟随去见证。我们既然跟随了主耶稣，我们可以怎样去见证呢？单凭我们当然没什么力量去以色列划船停火这样，但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生活的圈子里面缔造和平。在教会团体里面，总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是不欢而散，还是我们愿意珍惜兄弟姊妹之间的友爱，寻求合作呢？在我们的工作场景里面，我们是煽风点火分党分派，还是我们愿意谨守口舌，保持一份良善呢？在我们家里面，我们是日嘈夜嘈家嘈屋闭，还是我们愿意彼此宽恕呢？所以我们未必有能力去缔造世界层面那么高那么大的和平，但如果我有能力去缔造我身处的范围，不是范围都好，我有能力去缔造这份和平的话，我觉得我的信仰已经非常值得去同人分享。所以读经以罗马人书说，传播福音者的脚步是多么美丽啊，都让我们对于自己的信仰有多些的自信，真是好东西来的。我们不用信到遮遮掩掩啊，收收埋埋啊，吃饭前画个十字架都觉得很尴尬这样。当我们对自己的信仰有更大的热诚的时候，我们跟身边的人分享信仰会变得更加自然，因为我们不是传一个宗教，我们是分享自己跟随耶稣作为一个门徒的信念。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今天都让我们谨记基督的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
请起立。各位兄弟姊妹，而家都让我哋一齐宣认嗰份我哋领受自其他福传者、宣讲者嘅信仰。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的肉躯而成为人。他在判着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地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世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崇，同享光荣。他曾藉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因为我们相信，所以我们都祈求，就让我们将教会、将我们世界的一切所需向我们的天主圣父祈求。请为教会祈祷，求主指引教会的脚步，热诚传播救恩的喜讯，使万民成为名副其实的门徒。为此我们同声祈祷。请为圣地和平祈祷，求主垂怜持刀相向沉溺仇恨的人民，广赐和平，拯救战俘，护佑万民在光明中平安行走。为此我们同声祈祷。请为中国教会祈祷，求主赐圣教广扬，让同胞享见天主的救恩，见证上主的良善宽仁。为此我们同声祈祷。请为香港教区的传教使命祈祷，求主祝福香港信友，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浅行信仰，将福音喜讯扎根社群，传遍普世。为此我们同声祈祷。请为尚未认识福音的朋友祈祷，求主启导他们寻找光明、真理和正义，释除疑惑，栽培信德。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依家请大家静默片刻，回顾天主圣父、圣子、圣神寓居在我们心中的恩惠。求主派遣我们成为传播福音的使者，为此我们同声祈祷。全能的天主，我们的一切祈求，求你都一一俯听，并且帮助我们面对复传路上的一切困难和挑战，因为我们相信你的圣子天天同我们在一起，我们一无所惧。祂同你同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各位请坐。而家是开始圣祭礼仪，奉献咏颂恩第210首、第210首。上主，万有的天主。各位兄弟姊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你的圣子为救赎世人牺牲自己，求你看他份上，使万民获得救恩。愿他们从日出到日落，到处颂扬你的圣名，并向你呈上唯一的祭献。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颂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藉着主基督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基督藉着逾越奥迹完成了神妙的工程，解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枷锁，使我们分享他的光荣，得称为特选的民族、王者的司祭、圣洁的邦国、属于他的子民，并使我们到处称扬你的德能，因为你召叫我们从黑暗中进入了奇妙的光荣。为此，我们随同天使、总领天使、上座者、宰祭者和全体天君，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求你派遣圣神祝圣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又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在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之后，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周守仁书记，以及全体圣职人员，使他们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并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明福玛利亚、圣母的正配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历代孝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天主父，愿一切崇敬和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并在圣神的团结中，都归于你，直到永远。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上主，我们期待着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此我们今世平安，使我们仰赖你的仁慈，永久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担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领主咏颂恩第427首。第427首，耶稣圣体，我坚信你。
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领受了救赎的圣事，得到滋养，求你使我们乃这个永恒救恩的座右信得日增。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各位请坐。现在是举行祝福儿童，请各位小朋友安静列队到祭台前，接受神父浮手祝福。以下有五则座堂报告，请各位留意。第一则，今年是主教座堂建堂135周年，由十月至到十二月，将会举办一连串全方位主保瞻礼庆祝活动，鼓励教友及慕道者积极参与，详情请参阅海报。第二则，本堂的慕道团和中环公教进行社的慕道团现在接受报名，欢迎各位教友介绍亲友报名参加，详情请参阅壁报版。第三则，本座堂青少年坚振班在十一月开班，现在已经接受报名，详情请查阅壁报版。第四则，座堂筹办的捐血活动将于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日在明爱大厦五楼公众会堂举行，请大家预留日期，健康情况许可下踊跃参与捐血，彰显爱德。报名表格已经放在经书架，亦都可以网上报名。最后一则，座堂在今日和下个礼拜的十月二十八、二十九日举行明爱卖物会预售，现在招募义工，报名可以扫描相关海报上高的二维码。另外，如果有全新物品捐赠作义卖之用，可以在主日早上交给亲善大使。座堂报告完毕，主有大家。十月玫瑰月敬礼，除了是每晚黑晚上九点钟在网上有一个公念玫瑰之外呢，我们都有家庭的这个玫瑰。咁過呢個星期咧，我哋喺呢個羅便神道嘅信仰小團體，而家我將呢一個嘅聖母畫像咧移交俾乾一道信仰小團體。请起立。都感谢各位兄弟姊妹啦，嚟见证我第一次嚟到哇主教座堂奉献我嘅手祭。都请大家咧今日啦，除咗我哋讲传教之外，亦都为我哋一众嘅宣讲者啊，我哋嘅神父啦，我哋喺教区修院里面接受紧培育嘅兄弟们祈祷，求天主咧都派遣更多嘅工人嚟收割佢嘅庄稼。而家再次。多謝周神父為我哋舉行聖祭，多謝曬你。好，咁都希望咧陸續有嚟啊！我哋知道有一個嚟緊嘅啦。是吧？好啊，咁咧都求天主咧降福大家，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弥撒礼成。感谢天主。礼成咏颂恩第二十四首，第二十四首。玉洁冰清。